人生少戏。哎，你们的衣服有特别造型师帮你们准备还是？没有，我们自己想穿，想装年轻。但你们知道你们的裙子都是不合格的吗？在学校里面会被记过。哎，我们租不到厂的，我们有没有想租到这里的？但他说没有。文学人，我觉得你的妆今天没有以前好看，你可能适合深色的口红，因为你这样好像吃完辣椒一样。期待你之后的表现。不好意思，你刚刚是对我抛媚眼吗？不要这样哦，现在还在录影哦。哎，我早就观察他很久了，他前面那个百叶窗一直弄到他眼睛，他每次一眨眼睛，那个头发就会飘来飘去。那不是百叶窗，那是龙美窗帘。哦，龙美窗帘啊。你要的窗帘再龙美。而且莫西在台上一直很有魅力，然后给你一个建议，小小的建议，我觉得你的裤子不太合身。哇，对，如果更合的话，其实会更好。哎，真的，你没说，我还没注意。对，合身的话，其实它会让你的整个气场会更强，然后整个表演会更漂亮。为什么要有一件不合身的皮肤？因为压力太大，所以我变瘦了，这个就有点啷啷的，好不好？这身造型，这个尾巴好像有点像受伤的，上半身好像是头部呢，就是一种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啊？老师，我这个唇色还可以